你是凤姐吗？是不是？你说什么都是对的。好。咱俩再打一把好不好？啊，再玩一把。啊，我想赢你。我问一下，我问一下我们家哥哥好不好？啊，好。欧阳哥，我们还要玩吗？欢迎新进的宝宝。老婆，我回家商量一下。还打吗？不打了。那行，那哥哥走了。拜拜。拜拜。我们不要跟他玩了，他老学会说话了。欢迎新进的宝宝，喜欢主播记得给主播点点关注。我被刷屏了吗？这是对，我不认识，是他点我的。我听说好像是就是小时榜第一名他就会来点，然后我也很少看他直播，他的事我听过。新进的宝宝，喜欢主播记得给主播点一下关注哟。欢迎刘一手。欧阳哥哥，你有守护的小主吗？谢谢关注。牵挂 ，Hello， 小姐姐，我们玩点什么呢？你说吧。我们成语接龙吧。好的，可以。欢迎波。主播是我得不到的女人。你不是说我是男人吗？小说不是男人的意思吗？一见钟情。情窦初开，上夜班。嗨。哦，好的。凯旋归来，来往往，欢迎王者。往事随风，风流倜傥。通通，
西九靓仔哥哥，卡住了，卡住了，谢谢兵哥，欢迎天真，谢谢我兵哥，感谢兵哥，欢迎天真，天下哥哥，你是每天晚上有时间吗？还有黄汁，欢迎 Hello， 还有黄汁，汁吗？嗯，支支吾吾，呜，欢迎夜都子，你是？我不信，我不信，我不信，你不是跑草？我是渝北区的哥哥，渝北区，重庆渝北区，你知道吗？嘿，嘿，嘿，你能妈妈？自从自从嘿嘿有啥的？嘿，嘿，嘿，嘿。嘿，你们能接住黑吗？欢迎感悟，欢迎风车，黑灯瞎火，对，差点出不来了，黑不出来了，黑不溜秋，对，黑不溜秋也挺好的，黑白无常，对，祸害，欢迎长生，我就是跑草的，欢迎我德哥回来，啊，你说的啥？嗯，祸害长生，黑灯瞎火。谢天晴送的爱笑，谢谢靓仔，谢谢。那就是不喜欢享受。欢迎我德哥回来，德哥。你直接说你喜不喜欢享受？我说的享受是。谢谢我德哥。感谢我德哥。我是渝北那个爱琴海的。还是不太懂呀。哇，感悟，你也是重庆的呀？什么意思？你知道爱琴海吗？太大粉丝团了。感悟哥哥，哇，我们守个塔呀！欢迎爸爸。M 是什么意思呀？谢阿斌哥哥。谢谢啊！谢思思送粉丝牌凳。我知道爱琴海，你知道呀？哦，你在龙头市啊？哦，刚刚说到什么了？你刚刚说哪？欢迎大王，你们都是重庆的呀？要不要点个关注呀，哥哥们？老乡见老乡，两眼泪汪汪。哇，对面好厉害呀！谢谢啊、有没有哥哥救一下我？的比秀。啊！谢谢感悟哥哥关注，谢谢。龙头市真的很近，就坐车开车的话就那个十几分钟就到了，可能十分钟吧。你们怎么这么晚还没睡、啊、哦，对面小时第一，哦，好吧。谢安然关注。你在七博、啊、对，就是赵母山这里，对的，差不多。欢迎秦九，欢迎相识世缘，欢迎小海豚，欢迎万德。刚刚下播哦，好的。我们有没有哥哥帮一下我偷个塔？就是十五秒了，有没有偷塔呢？我关注了呀。感到绝望。哇，救命啊，救命行天下哥哥，还差一个。哇，阿兵这个偷掉地上了，谢谢阿兵，救命行天下哥哥，拜拜，你惩罚我吧，你不惩罚吗？嗯，好的，拜拜。嗯，拜拜，票不多就不烦了吧。其实我们不太会维护关系，他就突然就看到我然后帮我刷上去的。关注，欢迎独善其身。
多点一下关注哟。哪一个漂亮小姐姐 ？Hello， 哎呀，这么温柔。我觉得很漂亮，我们玩什么呢？欢迎新加。那你说吧。那我只关注哦。那么就随水聊小剧社长。你怎么这么温柔啊？好温柔啊。啊，我性格就是这样的。哦，好吧，你们就当我这个，你们对面是个男的吧。呀，好看。对呀，他好好看呢。我都说了，我如果连一个漂亮的小姐姐的话，你们不许抛弃我。谢谢。欢迎希尔。哎，双儿，你那边有多少个人？好吧，我有多少个人？我这边嘛，我这边就几个说话的，谢谢关注。哦。男生不都应该喜欢这种？就是这种温柔的吗？我不会这种说话。他小时榜一，你小时榜一吗？我靠！我就是那种随便一点。一个好厉害呀！大哥帮我上的。小时榜一，欢迎肥猪。那我有点害怕了耶！欢迎欢。谢谢那个 A 城的小心心，我们家有小心心的总结。欢迎刘杰，欢迎 Hello 小弟，欢迎 MZ， 欢迎文先生，欢迎上帝，无所谓。欢迎方哥，太卡哇伊了，听我靠着，你是我的管理，你知不知道？王是清零，欢迎明天、哦。那对方好温柔啊，那你们应该喜欢呀，好卡哇伊。